有没有放我鸽子呢？很遗憾，也是真的有。露营呢，就是一把那个短锯要用的扫把。前一夜哈还特别交代他，因为他一直很会忘记事情。阿丁，拜托就是一根扫把，你记得要带进棚。啊、哦！不要再忘记了啊，云哥，我不会的，怎么可能啊？你不要看不起我啦！第二天要开路，你知道吗？那顺哥、碰哥啊，曾国成啊，准备要演。那个曾国成就说：“扫把呢？”然后我就看阿丁，那阿丁也看我，哇！我还要整个抓头说他忘了啊，然后怎么办呢？赶快回公司拿嘛。他就回公司哦，他不晓得怕事，还是落入异次元空间，不回来了。算一算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8年了，没回来过。去哪里了？可能现在隐身在台湾的某个角落，所以啊，哪一就消失了。哎，阿丁，拜托你哈，那个哥老早就原谅你了，你赶快现身，让我们哦放心一下。老弟啊，失踪了。